我好害怕，战争会波及火城。火城是中立地带，不会成为争霸的战场。可是，天庭会给予我们保护的。 欢迎来到烈焰地狱。这次要对付的可是法力强大的高阶妖族。 做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如果我在这里杀了他，再跟你说对不起，你会原谅我吗？你身上的猴子碎片才是我的战利品。